家好，我是小慧。今天有朋友跟我打电话说有给我寄的什么东西，神秘的快递，快递我去看一下。走，我抱着小猫去了。你想吃包？我这是吃的东西还是穿的东西？看一下。哎，你看，哇，还是你不要去了啊，别去了。哎，太胖了，这小猫。走。哇，这是啥？放起来，这不是肉，这不是啥？哇，好多烧鸡啊！哇，哇，这是我们济宁的那个朋友上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要给我们送的那烧鸡，你看，皮皮，哇，外面都闻见香味了，好香啊！你看，还有鸭爪子，还有鸡爪子、凤爪、凤爪，太好吃了，兄弟，你看。哇，还有肘子，你的最爱是吧，弟弟？想不想吃？说，想吃就哼，想吃不？想不想吃？说话。他肯定想吃的肉，全是大肉啊。看哪个你想吃哪个？嗯，鹅呢？想吃，坐下，坐下。皮皮以后就要听话啊。要吃开哪一个？开一个鸡是这个，你说你选一样好不好？来，我放在这里选一样好不好？你不要跑啊，你可不要跑吃，你停下停下，得别动，选一下好不好？哪一个你吃哪一个？说选，选一下。哦，想吃肘子，聪明的皮皮，想吃肘子是不是？想吃肘子是不是？你选一个，刚才你选的什么？吃，你先吃什么？这个哦，还是肘子啊？好，长刀子给你割一点，对。你看，来，哎呦呦，那么快，少吃点，这太咸，尝过尝一点好不好？嗯，正好，很好吃的，这它这肘子，这一块，哇，哎呦，皮皮太聪明了，来，别妖说啊，慢点慢点，皮皮真精聪明，来，好了，咱等到再吃好不好？如果再吃多了太咸了，你不好吃，肉多了，我们慢慢的吃，不要一顿吃完好不好？就这样吧，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谢谢我们这个朋友给我们寄的东西，拜拜。